呢個我哋㗎，呢個係冇錯。淋多啲得吧，好鹹㗎，阿叔。阿叔都好鹹。阿叔都好鹹㗎，睇得出，睇得出。男人唔鹹，男人唔鹹食咩燒鵝奶啊？係咪先？冇錯。大家好啊！今期视频带大家继续翻拍一档又系廿四小时营业喺东莞开咗30多年嘅烧鹅奶老字号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！ 依然系夜深人静嘅一晚啊！今晚深夜烧鹅队继续进发，现在是几点？赶紧告诉我！依家系凌晨嘅呢个时候，今晚要翻牌嘅就系前面依间唯一一间仲开紧档嘅。太晚了，小声一点。到啦到啦到啦！云兴烧鹅奶粉店 ，Go go go！等一下，我们就坐外面，外面凉爽一点。喺边度点单啊，姐姐？我同你拿。哦，我同你讲得啦，系嘛？攞两个鹅髀啦，有咩拼盘可以拼下？叉烧鹅掌。仲有咧？都系嗰啲咯。都系呢啲啊？咁就叉烧鹅爪啊。叉烧鹅爪一个名牌。系啊，你帮我咩都执啲咯。唔该你，唔该你。要20蚊，30蚊鹅爪。30蚊嘅，好啊，食多啲。84蚊，八十四。系鹅髀可唔可以唔斩啊？斩好啊，你早啲唔讲。我唔知你咁快手啊，唔记得咗。唉，即刻唔开心啦。我不知道你这么快钱一付完你就斩完了，呢个我哋噶呢个，系冇错。别淋多啲得吧，好咸噶阿叔。好，阿叔都好咸。阿叔都好咸噶，睇得出，睇得出。信息量属实，有点大。男人唔咸食咩烧鹅奶啊？系咪先？冇错。刚好有位朋友愿意跟我换个完整的腿，哥哥满足你一下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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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好有一个不要斩的，我们跟他换一下，好人一生平安，让你们开心。这回终于有青菜了 ，OK OK OK， 走走走走走。咱俩已经吃出默契了，吃烧鹅少不了灵魂烧鹅子。来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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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你喝水都不知道要喝多少哦。我都话好咸噶咯，我水牛。来，老规矩，睇下今晚呢个鹅杂有啲咩事先。又不一样了，这次像开盲盒一样。哎，这是干。新朋友，鹅肝、鹅肾、叉烧，好啦，累累累。阿姨在旁边笑我自言自语，阿姨我影下你先，阿姨，咦好开心咧，耶，正啊正啊，依个阿姨实在太好玩了，就喜欢这种有温度的选手，心心念念的烧鹅腿，必须嚟个360度大旋转，再推埋啲俾你哋闻闻，你看我的镜头，你看，哇哦，直接是看到肥瘦相间的，估计我到时候回去剪视频又得饿死了，先来试一口吧，镜头前面的你们先吃。嗯，助理好，来来来来，没瞓觉嘅你哋先食，看过等于吃过啊，全部擘大口，做坏同台的朋友了。哎妈呀，这声音谁顶得住啊？爸爸 DS， 太爽了，这个幸亏别人跟你换了，再来一个跟我换一下。多谢啱啱同我换个烧鹅髀嘅嗰位仁兄啊，好人一生平安，再次谢谢你。依然系喺一个桥脚隔篱嘅美食店，东莞真的很多这些24小时全天营业的烧鹅店，非常热闹。来来来，久等了久等了。再开再开。又放辣椒。哎呀呀，再来第二口。今次呢一档送俾中意食辣椒酱嘅你哋。这个辣椒酱配这个濑粉应该也挺好吃的，一次3块鹅肝，感觉没什么酱啊，这个，嗯，很脆，这是终于有菜吃了，我是吃饱，我们来这里哪一顿不饱啊，直接封顶。首先今晚呢个光谱行动呢依然是轻松无压力的，这一碟的拼盘呢吃过这么多间来讲，稍微是味道没那么重的，适合那种口味没那么重的朋友。至于这个 YYDS 来，我这个腿它这个汁咸虫不要怕，清淡咱们可以临吃，这个汁是真的，这个汁是真的咸。看一下你后面日夜供应24小时营业，就发现了很多家都是24小时营业的，他们在廿四小时都有人来吃，是吧？你自己有冇偷偷地食嘅？梗系要食咧，做呢啲唔食呢啲。细细声我哋，你觉得你哋呢度味道点啊？你觉得咧？我觉得好食。咪真咯。我觉得好食，每个人嘅口味唔同啊嘛。你话唔好食，个个都嚟食一啲。我要听你讲一次，我扮偷拍，到时你老细点都会表扬你噶啦。重新嚟讲啊，嗱。好食。系啊系啊系啊！依个姨一定要点赞，离开依个云兴一定要揾呢个姨倾偈。再嚟多次，耶！你先说，好得意啊！姨 ，OK OK， 走啦，拜拜。生活愉快，身体健康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再嚟别多次先先，耶！好啦，今晚呢期嘅深夜出动云兴烧鹅选手愉快咁结束啦。无论佢嘅价钱同埋味道咧，我觉得可以接受嘅。那就直接结束啦，也很晚啦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